老夫竟已有晒主意噶咯，唉，尽魄力将计运捉合了玲珑嘅分日，营中添一女将军，有座精细我敌阵，执我作福公司两敌，即间任多妹都应满分话。应该应该，更要明劝而和惜苦，趁那阵未走借兵啊人。
死因啊。原来为婚事引起家庭冲突啊！朱兄师傅一时错手，救无难。嘿，老莽空心何太狠？苦恋分分浓烈绝，人性娘亲近玉冰山还原。你点啊？为冤枉，邪恶暴兴，死不足阿敏。
见人来之近。庭惨变，咁又有谁人替你主婚出国啊？家母明白当时情况，原来媳妇被逼侍父朱兄，而且以父兄既死，此生倚靠者为我一人。他本属汉人，更抱投唐归正之心，故乐意为我主持这段婚姻。好一个投唐归正，好一个投唐归正啊！朝廷理应怪不得，累于财困。父帅，孩儿决定同佢脱离夫妻关系噶啦。万不能再同佢亲近嘅。算啦，乖侄孙。Fire!